出发。现在下雨了，没关系，那我们还是继续出发，搞不好我们开到那边就没有下雨了，雨就停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的旅馆是哪一间？那个，等一下我再跟你说。好了 ，Let's go 了。好啊。哇，这边是哪个休息站呢、啊？西罗。西罗，来走。七罗啦。西罗了，阿B，既然有西罗，应该就有东罗、南罗跟那个北罗吧？有这么多啊？哦，在下雨耶。对啊。然后去日本的话，就是日罗。日罗。那个。去厕所在那里，先去吧。那个。怎么了？那个手机。嗯。手机是。没关系啊。嗯，阿斌，你看这只鱼。那只鱼在喝水啊。它滴到它身上的水上。哎呦！哎呦！它滴到它身上都不会痛吗？阿斌，嗯，之前有去抓蝌蚪，去南投的时候。嗯，我去南投的时候有抓蝌蚪，我要上厕所。我然后我们去吧，我们要打开。啊，不，哎，那个字念博，哎，这叫博爱座。啊，对，在那个游览车身上就有。不是专爱座啦。专爱座这样就有点奇怪了，就是有点走不脱的，然后就是生宝宝的，就是老人，哎，不对，受伤的人。小朋友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来，就看得出来。不是啊，所以他算是有喝水好习惯的鱼耶。对，他的嘴都不会干。对啊，他睡觉起来嘴巴还是湿的。他居然去喝水。鱼活在那个水里面，然后他还去喝水。有够厉害的，而且好像好几只都会这样哦。小鱼不会，通常就只有比较大只一点。嗯。看哪个？
为什么不能拍？这是我们要住的旅馆，这里，在这里。去问一下，看柜台在哪里。好。对，坐一下。现在几点呢？在几分钟？在几？对，作业一下。好。严肃的，爸比。我是那个不能。我们晚上住在这里，好像不错。这个床可以，可以三个人一起睡。房卡。哎，等一下，被子先摊开。等一下就要开始玩的。Yeah. 还没开始啊，先把哦，你要叫我吗？不行，叫我拉我坐起来就好。好了，你来冲刺了，冲刺宝宝。洗要40块，进来进来，快点，小咪。看来这个很老旧。小咪，那我妈要怎么去台北的钱来洗这个衣服？先买拉茶，你想喝拉茶？对。那我们现在在哪里呀、啊？那里。不是，我们说我们现在在哪里？逢甲夜市。好，我看一下，这是逢甲夜市。就在那里而已哦。就在里。哦。来，新鸟蛋哦，预算七颗，想要几元？三十块。
来，好，吃鸟蛋喽。每串七颗，只要10元。我等很久，然后又来又往这边了。今天为什么蹲在这里？啊？可以啊。你脚会酸啊？